老人少年家，身体是咱家己的，三顿饮食控制这是大问题。啊，对对对，淡甜淡咸拢会减肥瘦。那爱食薰、啉烧酒，时到了中风啊，才来啉悠悠。对啦，健康是有讲预防中风有三步。啊，是啥物步？健康饮食第一步。第二，爱常常运动。第三，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。咱若要预防中风，一定要定期检查，知影无？爱会记咧。